正面系啦，继续望下先。其实嚟紧真系可能系有好多挑战啊，吓，因为而家篮球场。工作係咪啊 ，Eden？ 絕對係啦，因為其實我哋每一位都本身好中意打籃球嘅，咁所以今次有機會可以喺拍劇同時打籃球，我相信我哋一 break time 或者其實未 roll 機，我哋都會係咁喺度玩。我覺得可以維持到大概半個月到啦，跟住之後半個月就開始攰啦。唔會喎，因為我哋拍男排嘅時候咧都係瘋狂打，即係一食完晏咧都會即刻打，咁所以我相信會好開心嘅過程。我應該諗應該維持唔到半個月，因為可能拍嘅只係幾組嘅打籃球日子，所以都冇咁多時間打最終。係咯，咁都希望可以即係快啲去拍打波戲啦，好期待其實係啊，因為未試過即係成班兄弟可以一齊即係打波又可以拍嘢咁樣，係咯。哈！勁啊！我有兩條感情線添啊！佢阿叔嚟嘅喺度。喂，唔好爆出嚟。真係阿叔嚟嘅。即係佢就想我演即係成熟少少嘅，做翻自己。咁都係做翻自己啦。咁雖然試過年齡，我知道有啲牽強嘅。自己講。係啊，應該再大啲。係啦，咁唔係咁講乜？講緊感情線，我入面仲有兩條好特別嘅感情線啦。係啦，咁都係我第一次嘗試嘅。係啦，咁就即係賣個關子先。係啦，即係留翻俾觀眾睇件事係幾特別。係啊。都其實耐啦，但係因為近期就因為場地問題都冇得打啦。咁但係其實就算 even 係入咗行之後，都有陣時會約啲朋友落街場打下嘅，因為自己都中意打籃球，但係就相對真係少啲咯。可能一年打嘅次數一隻手數得曬。我有幸同佢打過一次。係，我哋都打過一兩次嘅。一兩次。咁但係我哋上次都一起打過一次嘅。係啊。咁就幾好玩咯。佢謙虛咋，佢上次三分準到阿媽都唔認得。阿姜，係咪夢想成真啊？今次你之前話好想打拍一套同阿媽嘅你咁，拍唔上場，拍唔上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因為一直都有諗過，因為之前佢哋拍男排女將嘅時候就諗緊啦，係會唔會嚟緊都有套關於我自己中意嘅運動籃球嘅嘢咧？咁所以今次都好開心，導演肯揀我哋去拍，係。使唔使自己即係為咗呢套劇而特登去 train 一啲嘢？train 一啲啊！希望自己真係打波嘅嗰個姿勢可以靚啲咯。咁我覺得拍劇嘅話，可能姿勢真係要好睇啲。如果唔係，唔好誤導啲觀眾咯。係。頭先娟姐話肥仔同埋姜浩有冇有感情？激烈感情線。哇！娟姐，唉，次次都係佢，我都悶啦，我都厭啦，開始。都飽啦，都飽啦。姜圖，你試下，你覺得娟姐點啊？份人？好，佢話用作品説話。邊個係？係咯。你話有冇嘢講啊？佢覺得娟姐係亞洲第一啊。佢希望佢應該希望娟姐唔好食咁多嘢啦，希望娟姐唔好咁後勤啦，因為你大家都知娟姐，唉，份人即係佢會，我哋會保護好姜圖，我哋會保護佢，係啦，就會擁開佢。得我保護娟姐，你哋保護姜圖。咁靠你啦。OK， 係好。就咁。咁娟姐交俾你啦。係交俾你。有你啊！啊好啦。咁阿三三裏邊有冇感情線啊？裏邊冇喎，我自己要求加戲咯，即係都好想有嗰啲藏戲啊嗰啲啦，但係導演就 reject 咗，但係都最尾會有好少感情線，大約係有半場。你哋聽過嗰個對白㗎？嗰個對過戲㗎啦，已經係。我有感情線咯。係啊，大約三十秒感情戲係真係有嘅。但裏邊你係最大犧牲嗰個。都唔係每個人都大犧牲嘅，純粹係。剃光頭。係啊，剃光頭。想剃好耐㗎啦。我想剃，唔係一直都唔想剃光頭，因為又唔夠靚仔又肥咧，一剃完之後咧就啲缺點出曬嚟啊，遮唔到。咁但係都係咯，為咗套劇犧牲咯，希望可以演好呢個角色，大家都中意咯。嗯。開始嗰陣時，會唔會建議導演用 CG 嗰啲解決啊？冇啊，你要戴綠色嘅頭套啊，咁樣我都想睇，戴個綠色頭套，咁就好好笑喎，好睇喎，咁樣點做戲啊，大佬？好睇喎，戴個綠色頭套。冇啊，因為我哋 Feel TV 嘅劇不嬲出名係低 budget 啦，咁都冇話嗰啲 CG 嗰啲啊，咁所以我都預咗自己剃頭啊。一九三講噶，唔係我代大家，我代公司講係，真係冇 budget 嘅。那件事就是最近收到我的 fans send 俾我的一
一啲新聞啦咁樣。跟住之後就有，主要係睇到佢爸爸有 upload 上 Facebook 嘅嗰條片，就話聽咗我隻歌就有反應咁。我唔知係咪真係啦，咁但係好想去探下阿天宇，所以如果疫情好翻嘅話，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件事。哦，有，昨天有私底下找了他，都了解了他們現在的一些情況，都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所以他爸爸都，即是家人都探不到他，所以希望疫情快點好回就可以探到他。是不是也有繼續留意天宇的件事？有，我也有跟他爸爸說，如果要幫忙的話，就跟我們說，看看我們可以幫到的就會幫。